奶奶，这莲花好香啊！娘娘若喜欢，奶奶日日陪娘娘来闻花香。 娘娘，天津这几日有旨意，娘娘是万万不可走出一览芳华的。娘娘又睡了很久呢。 这是第几日了？我怎么这么嗜睡啊？大概是因为怀了孕，所以分外可睡些。娘娘，太子殿下来看你了。夜华来了，今夜的星星亮吗？ 你忘了填工部分昼夜了吗？我即将要被正式册封为太子了，我们很快便可以成亲。一旦你是太子妃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顾及旁人的眼光，可以开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我知道你很忙。 你去忙吧，我有些困了，要先睡了。听药王说，今日你都嗜睡，是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 过几日本君就会受太子印了，会受到三十六道荒火九道天雷。若是速速听到天雷的声响，不要告诉他事情，我怕他会担心。是。娘娘，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？药王说你这几日身子不好，要小心着，不能受风寒。我呀。 只是想出来晒晒太阳，感觉这阳光照在手背上，暖暖的，特别好，好像自己也能重新看见光明了一样。娘娘。
受天孙夜华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众四海之同，以系八荒之心。今日册立大典，奴婢听洗梧宫的姐姐们说，天君早就颁了旨意，要在册立大典后将素锦天妃赐给太子殿下。这是迟早的事情，可素锦天妃与娘娘有仇怨在先，若是入了洗梧宫，奴婢怕她会为难娘娘。不会为难，反正我与这洗梧宫也没什么干系。娘娘，殿下听了这些话会不高兴的，日后还是少说些。奶奶，为何我听到几声惊雷？那是在为太子殿下庆贺呢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要生了。我去找太子殿下，我去找太子殿下。别去，奶奶，别去，别去。
请太子殿下正式受印。起来吧。谢谢殿下。恭喜太子殿下。君上，君上，什么事让你们如此慌张？你先说，可是义姐出了什么事？恭喜君上，义后临盆了。此话当真？就在昨夜，义后命我来天宫，请君上回去。走。恭喜太子殿下今日受印。臣以为殿下可以明日再来。不必了，天君的旨意谁都不能违抗。好，请殿下上刑台。